以前这样大学生谈个恋爱，要是被老师抓着，可能还要被批一顿。可是现如今呢，只要你不在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做些有伤风化的事情，那反正学校里头谈恋爱，可能现在也没人管了。这不呢，就在昨天，中国矿业大学14对毕业生，干脆就在校园里头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，而且那是正大光明，把学校校长都请来了，请校长当证婚人。哎呦，那现场真是浪漫极了。